各位神的儿子儿女们早安，神的儿子儿女们早安。我今天早上很兴奋，因为我觉得神要在我们的当中一直跟我讲一句话，在那地要树立旌旗。最近神一直将这句话在那地要树立旌旗一直放在我的里面。你知道每早晨到神面前来赞美敬拜他的时候，神要在那地树立旌旗。我觉得我们的赞美要开始进入到不同的层面，神要借着我们的赞美要开始释放大能，释放权柄。昨天我们青年部在我们家有一个小家长会，我们按着这个外展小组的一个破冰游戏，我们玩了一下，我们写五个你觉得你自己身上的优点，再五个请别人写你。后来我发现大部分人写自己不太容易耶，别人写别人比较容易，写自己不容易。我就想到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讲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我觉得这个季节我们不管做什么事，一定要站在神儿子的位分上，在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的位分上，神要将权柄要赐给我们。好吧，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再来默想神在你身上他到底怎么看你。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儿女吗？你真的是属神的子民吗？你真的是圣洁的国度吗？是君尊的祭司吗？我们站起来来敬拜他。今天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我真的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站在对的位置上，站在对的根基上面，我们来敬拜他。神要释放他的权柄在教会。 Ellen 请到前面来，极大的权柄要借着我们是做歌唱的喜乐和诗歌，荣耀归我们天上的君王。你的使命我呼喊，就像旌旗被高举，你是伟大，你受极大赞美。你是天使，你是天使，做歌唱的喜乐和诗歌，荣耀归我们天上的君王。你的生命我呼喊，就像旌旗被高举，你是伟大，当受极大赞美。在你宝座，在你宝座前跳舞，石头也必要欢呼，我赞美，我欢呼，在你宝座前跳舞，你同在是我归属，石头也必要欢呼，我赞美，我欢呼，我歌唱赞美你，你是圣洁，你是圣洁。唯有你是配的一切荣耀，所有荣耀，我歌唱赞美你，你是圣洁，你是圣洁。唯有你是配的一切荣耀，所有荣耀。哈利路亚，早上大声歌唱赞美我们的神，是说歌唱的喜乐和诗歌，荣耀归我们
齐被高举，你是伟大，当受极大赞美，在你宝座，在你宝座前跳舞，你同在是我归属，石头也必要欢呼，我赞美。跳舞，你同在是我归属，是
神掌权。
神的同在就在这里，好帮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的心，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用我们的心跟神去 respond， 让我们浸泡在他同在里，享受他的同在。你同在如天堂，
再如天堂降临。哦耶稣，哦耶稣，同在，你同在如天堂降临。哦耶稣，哦耶稣，你同在如降临，哦耶稣，哦耶稣，你同在如天堂降临。我们呼喊你的名，同在如天堂降临，哦耶稣，哦耶稣，你同在如天堂降临，哦耶稣，哦耶稣，你同在如天堂降临，哦耶稣，哦耶稣，你同在如天堂降临。情